保险王炎亚纶。嗨，早安！现在是几号？今天几号？今天是26的早上。27的早上。然后这两天都在成都，好像在活动现场了解到，好像有7-8年没有来到成都，所以有很多徒弟、很多粉丝们很久没有跟我见面，很热情。从机场从一开始降落的时候到签书会，然后到酒店，大家都很热情，就很开心见到大家，然后也很开心大家支持我的签书，所以出来大家很想听现场，然后我自己也很想，然后很快就会有消息跟大家说。真的这三天很谢谢大家支持，然后很多人也一起完成了这件事情，然后我们下一站还有济南、郑州，希望大家也可以跟我一起完成一个灵魂的冒险。下次来成都不会让大家再等太久了，好吗？那我们现在要去机场了，拜拜，我好累哦。不怕谁嘲讽。